雷文峰小学五年级嘅时候，被评定为资优儿童，智商超过130。中学入咗一间好多人心目中嘅理想学校，但系由中一至中四，每年总系考最后几名。我真系唔知佢资优在哪里啊！真系运动 OK 啦，就都有攞个牌仔嘅，即系第一、第二啊嗰啲，但系就唔系话好标青咯，因为佢唔肯练啊。咁跟住啲学校成绩翻嚟，次次都系。要默書啊，嗰啲嘢咧就唔合格啊，咁樣樣要讀嗰啲又唔合格啊，咁所以我真係都唔知佢資源喺邊度，音樂啊直情冇天分添啦，冇耐性根本就讀唔到書咯。喺咁多年小學裏邊不停咁就係投訴佢傾偈啊、講嘢啊。該生仍欠數學功課，屢勸不改咯，缺點一次。我覺得自己資優就係資優在我思想個思路嗰方面就比平常人快啦。反應亦都比較快啦，咁有啲嘢突如其來嘅事發生，我都會可以諗到一啲應對嘅方法啦。我亦都喺呢個班裏面都係作一個領導嘅位置啦。咁我啲同學啊、啲朋友啊，咁都成日都好認同我。我就睇到佢，如果喺香港會考咧。即係我同佢都一樣咁辛苦噶啦，我就唔想咁辛苦啦，咁所以讀完Form 4、Form 5都係決定送佢出去讀咯。佢去咗美國之後咧，就好出奇咯，即係會美國歷史攞 A 咯，因為香港歷史佢都即係中國歷史佢都即係係好唔合格嗰只啦嚇，即係好多時都唔合格嗰只。初初我覺得學歷史真係都幾辛苦噶，全部都係記啊背啊咁樣樣，但係我去到美國之後發覺咗。歷史其實都好好玩嘅，係一個人前人嘅經驗啦，係真係會幫到你，你真係會知道你以後唔好點樣做啊。知啦，媽咪。本地嘅資優學生要離開香港先揾到學習歷史嘅樂趣，我哋嘅教育制度出咗咩問題呢？翻開香港教育嘅歷史，教育頻頻改革。1981年，麥理浩政府邀請咗四個海外顧問為香港教育把脈。顧問報告批評香港教育過度管理、策劃工作不足，建議成立一個統籌教育規劃工作的組織。教育統籌委員會1984年2月成立，由1984到1997年13年間，教統會發表過7份報告書，先後推出391項改革建議，平均每年就有30項。1999年1月，教统会再次推出教育蓝图，开始长达年半的公众咨询。改革停不了，但是又炮制了不少高分低能或者低分高能的学生。1:10咯，你嗰时就讲咯。诶，我觉得好惊噶，即系咧，你唔知自己有咩成绩，又好似都考得几衰。聽日放榜啦，我係唔知道我自己想讀乜嘢咯，都仲係咁咯。覺得自己都一定會入到，但係又真係好驚，又真係會好驚，萬一又真係入唔到咧，咁啊，我諗好似會世界末日咁樣。我中意嗰科又唔係話收得好高，都起碼要有啲 B 啊，有啲 A 去入。哇！低分低能啊！邊個聽到你哋？托建主咯。知啊。覺得點呢句説話？形容貼切。誒幾好啊！幾似我哋啊！但係好認真咯。其實我哋如果佢俾佢咁樣形容，都係佢哋造成嘅，係咯。所以咁話我哋無奈咯。你高分唔代表你識諗嘢。識諗嘢。唔代表你識諗嘢，因為呢個教育制度都唔係鼓勵有咩噶啦，鼓勵你哋背點樣答問。係咯，鼓勵你哋。估到佢哋想問你咩啫嘛，同埋我覺得你啲觀念唔改咧，你改革咩都冇用咯。呢個教育制度都冇注重過，俾嗰啲學生自己諗下自己就中意啲乜嘢。
43年，覺得係人哋鋪排俾我行嘅路咯，唔係自己想嘅咯，因為我唔中意讀書。如果係翻學嚟計咧，就13年都咁開心咯，屋企開心。由幼稚園玩到上 form 7，但我就唔中意考試。A level 放榜 ，Gloria 成績理想，唔單止有兩科 B， 中文科仲攞到 A， 相信會入到自己想入嘅學系。其他幾個同學估計亦可以繼續升學。8月10日，聯招放榜。我一睇我就知道係入唔到第一嗰個 choice， 咁就入咗第二嗰個。考試樣嘢咧，其實個本質係應該係測試一個人嘅能力咯，而背後唔應該有任何嘅利益咧，就係連帶嘅咯。因為好似一輸咗咧，你嘅利益咧都輸埋咁樣咯。現實喺香港，考試的確決定萬千學子嘅升學命運。以今年為例，有30000多個考生競逐13000個接受高等教育嘅機會。呢30000多個學生，兩年以前先喺100000+會考生裏面脫穎而出，即係話每年有30%學生可以升上預科，當中只有18%可以升上大學。考試負責篩選，結果成為學習嘅指揮棒。讀書為咗考試，考試就為咗繼續有書讀，慢慢演變成不考不讀，要考就讀嘅心態。教育改革嗰陣時咧，就我學校都會派啲小冊子俾我哋嘅。咁但係嗰啲小冊子嘅目的咧，就係愛嚟咧 prepare 我哋個 A levels 嘅。因為咧A level 咧，通常考試咧都會同啲最 hot 嗰啲 issues 有關噶嘛。咁於是咧，先生咧就 tip 咧會出教育改革啦，就叫我哋咧嗱熟讀呢小冊子啦，記住啲 terms 啊，譬如咩叫 critical thinking 啊，creativity 啊嗰啲，總之。而家最 hot 啊嗰啲 phrase 你一定要記住，好幾次 oral 堂咧係攞出嚟咧，叫我哋係咁睇咧，揀低啲有用嘅字啦。即係你話討論呢個教育改革嘅內容就冇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荒謬嘅。一如意料，今年中文科考試真係有一題關於教育改革，題目係樂善勇敢，香港學生最缺乏啲咩嘢？成個 discussion 咧都係啲人咧背曬啲報紙嘅結果咯，即係啲人咧就會話呢個教統局嘅唔知幾號建嘢喎，即係好明顯咧，佢哋嗰啲可以引出嚟嗰啲引例咧，就係經過咧佢哋一番咧就係背誦嗰啲報紙嘅。我喺頭5分鐘裡面咧，我係冇一次發言機會咯。啲人係咁講咧，咁我嗰時就好擔心咯，因為我自己咧就覺得，咦，我講唔到嘢喎，咁會唔會唔合格咧？Any comment？ 我覺得意識形態呢個字係非常之深奧嘅。What is 意識形 ？Can you say 意識形態 English, please？ 我覺得劇團非常林奕華今年6月演出《愛在考試的季節》，喺接近3小時嘅演出裡面，台上演員自發問咗超過2000條問題。想個仔入讀名校，而逼佢哋報10樣8樣才藝班嗰啲，係幾乎滅絕人性噶啦。你哋中意中文學校多啲定係英文學校多啲啊 ？None of them above。排呢個戲咧，一路排一路排咧，我就會知道啊，其實我哋唔係講考試咁簡單，其實係講緊點解我哋而家社會裏邊有咁多人唔肯問問題，
直情覺得問問題係一種禁忌嚟嘅，因為你超越咗你自己嘅嗰個所謂權力嘅位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因而忘食。我好向往陶淵明個自己嗰一種不求甚解咯，去演繹嗰個不求甚解咯。要做到佢嗰一種咧，首先我讀嗰啲嘢係我自願先咯，我覺得。諗翻我自己咧，以前成日背嘢咧，有好多嘢咧，我真係夾硬塞入腦嘅啫。因為有啲嘢我其實係唔明啦，同埋我唔中意啦。我其實覺得鉛筆嗰場，我自己諗翻，我都幾中意喎。而家佢咁長嘅鉛筆，爬爬爬爬到咁短，我同我同學兩個人有唔同嘅睇法。我同學覺得佢係好麻木咁去做一樣嘢，就好似而家嘅學生咁嚇，中史書背曬佢咯，呢本背啦，本本都背啦，實得噶啦嘛。咁就好麻木，點解要背？唔知啊，考試嘛，咁背背背，就係大家做啲好麻木嘅嘢。咁我後屘又諗。係咁長嘅鉛筆啦，就是、代表每一個學生本來大家都有咁高咁有才幹嘅。呢、這個鉛筆跑係考試制度、教育制度跑跑跑，所以我哋跑到得翻咁短，每人都得咁多。可能如果我哋唔係入 Poly 喺今年嘅高級程度會考裡面，中英文科都攞到 A， 係制度下嘅精英。由小一到中七 ，Poly 一直喜愛學校生活，立志將來做一個出色嘅數學老師。數學我自己唔滿意咯，我本來覺得自己考得唔錯，但係多咗。之前做過幾次 past paper， 之前嗰三日我係將全部咁多 paper 做過一次，我係好有信心去考。我出嚟我仲覺得都應該一定有 crack 啦咁樣，點知出嚟 D 咗，我真係始料非始料所及咯。所以我有少少無奈，亦都有少少唔甘心，所以我去 check 卷。所以其實學生有時會受到分數牽引咯。譬如 form three 嗰陣中文，我真係背曬啲答案。既然背曬啲答案，就同佢一樣咯喎，咁又攞到滿分，咁我點解唔敢做呢？咁樣其實我自己都背得好辛苦，攞住成大沓。點解呢個係記住文，呢個係描寫文，又要背一輪喎？但好似冇乜意義喎。你耐啲問翻我，我又未必記得喎。但係我答曬落去，我全部滿分，我又好似有少少成功感咁樣。有時都諗，其實我咁樣諗喎，我覺得首詩應該係咁嘅喎。但係無奈啲答案係唔係我哋呢啲學生去覺得點樣就點樣㗎嘛？係啲譬如文學家評論係咁樣，咁我哋又要跟佢咁樣。所以如果俾多啲空間，真係可以自由啲答咧，我覺得會好啲。今次教育改革，其中一个口号正正是创造空间，追求卓越。回顾过去，其实教育当局提出过不少有关教育目标的理念。1973年，教育委员会发表《香港未来十年内高等教育扩展报告书》，指出教育需要致力对具有好奇心、幻想力与创造力者加以培育。1978年，《高中及专上发展白皮书》說明學校首要任務應該是幫助學童對四周環境發生濃厚興趣，以及培養自行思考及作出決定的能力。1993年，香港學校教育目標第九個目標提出，學校應幫助學生培養符合邏輯、獨立和有創意的思考，作出理智的決定，獨立與人合作解決問題，以及應付壓力和面對轉變。寫在文件上的教育目標充滿良好意願，問題是講了這麼多年，實踐成點呢？我認為在東方人社會，特別中國人，考試已經是在我們的細胞裡面的一種基因，取消不了的。不過問題第一，我們要考慮就哪些事有用，哪些事沒用。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考慮的就是那個試要怎樣考才會發揮最良性的作用。你說考試是落了個gene，我不同意，文化會改變的。其實現在突然全港裡面大家都沒有信心的時候，我們就很擔心這一段真空期就是創造一班更差的學生出來，同人沒得競爭。有本小冊子，那些終身學習，有本鴨仔那本，我覺得很諷刺的。
因為而家俾人鬧個教育制度係填鴨式啦，但係佢要教育改革，仲要揾啲鴨仔出嚟喎，即係咩意思啫？即係話改完都係填鴨式啫。Ferdinand 同樣係應屆預科畢業生，成績可以話係全軍覆沒。肥曬咯！而家叫我即刻講，我都唔知讀幾多。同埋嗰陣中七咧，即係翻學放學温書，即係成個喪屍咁樣，又入唔到大學咧，即係好無謂嘅，而家覺得。仲有兩條路揀嘅，咁演藝我就報咗，咁我都有信心入，但係都唔知。咁如果演藝都唔收，就會揾嘢做。收到信個感覺。好似鬆咗咁樣，反而因為都明知衰噶啦，好似得到咗個答案咁樣咯。中一、中二開始都開始識啲師兄咧，都係讀中六、中七啊，跟住讀大學咯。我覺得係好順理成章嘅。但係我中四、中五開始知道我成績唔係真係咁好，咁就開始就覺得讀大學唔係必然咯，但係都努力過咯。升到中六、中七已經唔係咁想再讀落去咯，覺得讀落去都唔知道有乜讀，同埋唔知道為乜。投考演藝學院係因為 Ferdinand 終於揾到自己將來想走嘅路。呢個社會咧就好似好多嘢都係好重複咁樣咯，同埋唔係咁新咯，永遠都係。翻工放工，跟住睇電視，但係啲電視咧就越嚟越悶嘅，永遠都係愛情、愛情、愛情。接觸下呢啲創意嘅嘢咧，就對人咧就好有幫助嘅。還有啦，我諗在座嘅家長全部都係喺過渡方案裏邊受到影響嘅人嚟嘅。咁我想問翻，考試主導下悲困繁榮嘅，唔止係應考學生，仲有教師同家長。個問題就話，你想唔想你嘅子弟將小學五年級、六年級就係操學能測驗，係咪？一定要搞清楚嘅就話，學校冇咗個學能測驗，佢係唔做乜嘢，佢只係唔去操學能測驗啫。但係譬如話呢啲家長教師會啊，整間學校嘅氣氛啊、學習啊，嗰、那個仍然係。我哋係要繼續做嘅。你點可以分阿 A 嘅學校考第一嗰個成績好過阿 B 考撚尾嗰個咧？根本都未將呢一啲嘅差異拉近咧，然後要家長咧去揀入去咧，而且係用電腦就派曬入去咧，我覺得對家長係其實真係幾咁唔公平。家長又話大家都抱住個仔女抱頭痛哭喺度操練，咁大家都知道嗰個即係學能測驗操練係唔好嘅，但係唔操又唔得啊。因為如果你間學校唔操，人哋間學校操嘅話咧，人哋就喺嗰個學能調整裡面咧攞咗你啲 band one 位噶啦喎。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唔好嘅，但係大家亦都就係話，如果我唔操，我個嗰個位咧就會俾咗人，所以大家都係喺一個咁樣嘅兩難裡面，一個無路可出嘅局面裡面綁住。大家都喺舊嗰個制度、舊嗰個互相踐踏嘅心態裏面去諗嘢嘅話咧，咁你睇個教改咧，就全部係一個得失嘅遊戲，有人有得，有人有失。但係如果大家都用一個心態就話，我哋係要建立我哋下一世紀嘅一個終身學習嘅學制，呢個終身學習嘅學制咧係冇咁篩選嘅，係冇咁多排等嘅。但係因為佢結構上，曾明光指出。今次教育改革所採取的諮詢方法和82年海外顧問來香港做研究然後給意見那種由上而下的方式有明顯分別，基本上就是一個由下而上由本土議論而引發出來的一個改革，那個不好處就是說會有太多的妥協，在很多到第三階段的這個議論裡面就最清楚了，在很多嗰啲議會度，喺好多嘅討論會裏面咧，大家都講緊呢個政策對我唔好喎，呢個政策唔對我唔公平喎，呢個政策對呢啲學校唔公平喎，大家都落咗去一啲所謂利益政治嘅考慮，就唔記得咗
在第一次報告書大家在抱頭痛哭說要求少一點考試等等，即是說忘記了什麼呢？忘記了一些理念。理念雖好，但現實是本地學校排等排級，學校之間存有相當差異，為人父母希望子女進入名校亦不為過。教育既是一個公共的財貨，又是一個私人的財貨，而這兩個兩難就是今次教育改革的矛盾。我或者很多教統會的人就是從一個整體那個制度去看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是要訓練我們的下一代成為一個終身學習的個人，那我是不理這個人是誰的仔，或者這間學校是哪間學校的，我們就是建立著那個教育制度是一個公共的財貨，是為公共服務的。但是最得意，教育本質上呢，它又是一個私人財貨來的。那個私人財貨可以私人到是很私人的，我只有一個仔，我就是只有這個仔，這個仔就是我一切。教育對我來說，你不要跟我說那些大理想，我這個仔他的利益、他的升學機會、他入哪間班幾學校，就是我整個的看事的方法的。我們的家長可不可能都放低我們以往的那個考試的那個取向、那個文化，而重新開始呢？所以這個教改這一點才是重要的，不是改個制度，而是改個人心。你們有沒有問題？有問題的話就舉手吧。